高晨俊吃了没？我也要。那你不是吃过了？看蜡笔小新，你不是在写功课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又来啦。你不看我这个吗？说你一起来就看这个。啊，都不要看。好，你去啊。造型法过程中，你在很毛躁的情况下去洗头发。染发，这些在生长中的头发也不小心被拉扯掉，这样子会让发量变少，然后也会让头发受损。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洗发之前一定要先充分的梳头发，在梳完头发之后，可以在干的头发上，像冰箱老干净的护发素加梳顶哦，就是直接将护发素大量的挤上。高晨俊，影片暂停哦。好俊的上在帮大哥妈妈。慢慢按摩它，然后这样子去卷它，然后这样子卷，就是均上的同时也是按摩。按暂停啊！这样卷，嘘。喂，喂妈，早餐在冰箱有看到吗？有，我们在吃了。每次都睡这么晚，记得今天要做事哦。哎，那个水塔要怎么看呢、啊？你上去把水塔盖子打开，看里面水多不多。看水多不多就好。对，没水我就要叫人来修了。哎，先挂了，先这样，拜拜。那就高晨轩白母方式，我会建议大家先从发尾卷，全部都这样卷，卷了之后停留5到10分钟。姐，你要干嘛？看水塔啊！我也要看。哦，你把伞给我。不要上来哦，很危险。那为什么你可以看？啊，就要看水塔嘞。
啦，我看这样很危险，我们再不要上来。我没有真的上去。不要玩哦。白木，你跟我下去哦。那我就在这里嘛。高长兄，我叫你下去，有没有听到啊？哦。左边，你要把它往左推。很痛，你先推开再说啦。你有看到吗？我弄不开，怎么弄？不是吃饭那只手，左手，你把它往左推。啊！你把它拉完。我夹到了。你赶快打开，放开啊！我就想不开。你猪，吃饭吃去哪了？抱歉，我不知道。你去把那个梯子拿过来，你把它拖到这个墙壁上面，快点，快点啦！高恒说：“快点，很重，用力推啊！”好了，你把那个上面那边架起来，快点！用力啊！我拉不动。哦，算了，你这很笨哎，不要用了，算了，去撑伞啊！超美，快去拿伞，没听到。啊，下雨是不用撑伞哦。我们打110，我不要。那你去找邻居帮忙啊。他妈说不能随便出门。都你害的，在那边给我胆小扯东扯西。你才胆小啊！你还有心情玩哦？你下来啊！你门不开，我要怎么下去啦？我已经弄好了，跳下来啊！
你真的很聪明哎，想到这种办法，要不然换你上来啊，你跳下去死掉算了。就你最聪明了，每天只是骂人还是干嘛？待在下面算了，你就不要活啊！高成勋。你永远都不要回来！姐。姐，干嘛？我不想剪了。哎，你这就是要剪短啊，要不然秃一块。我不会把你剪成光头。你干嘛？哎。你看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可以开始剪了吗？我低下去啊。哎，我们再来练习啊。头发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姐弄的。他先剪我头发。我姐弄的，先剪吗？那我的台词啊。哦。再一遍。头发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姐弄的。他先剪我头发。好，随机再来考一题哦。为什么吵架？姐不让我看蜡笔小新。很好，可你为什么一直在打嗝？你还偷笑？可你等下不如给我笑哦。吵架没有人在笑，知道吗？就很好笑没？笑屁哦！快点，快妈快！电脑，电脑，电脑拿去吧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过去一点，吵架没有人坐那么近啊，被打直。不要笑。